环境经线追猎机甲，全程飞行轰炸，还能释放龙息弹，这是真的吗？一起来看今天的投稿视频。好家伙，地铁也能玩粘性炸弹是吧？评论区好些人说没看明白，给大家放大一下啊。手雷丢出的瞬间砸中了敌人的脑袋，接着经过反弹居然飞到了他的面前，本月最佳倒霉王啊。看下一条，玩什么游戏能孤立全班？该说不说，作者的部落冲突还是差点意思。真要说冷门，那还得是我玩的这款，应该没有比我更冷的吧。这联动有点意思啊，把地铁逃生的玩法做成了国际服的地图，加上音效还真有那个味道。不过嘛，要是做的再长点，外加三倍移速，绝对能大火。看下一条。追猎机甲乱入团境，上个月相当抽象的事件啊。由于版本更新的缘故，官方暂停了2天的登录检测，结果就导致无数科技小子在游戏内大显神通。团境玩机甲是小儿科，真大佬都在特训岛开飞机啊。看下一条。你生活在光亮里，你就觉得全世界都是光亮的。相当不错的打卡点啊！投稿的同学想问，这地方在哪里？度假岛的溶洞，外加绿洲世界的国美国潮院水底，录制好加个剪辑就行了。喜欢的小伙伴，快去试试吧！